别把围裙系上。你给系上。哎呀，你现在做的饭啊，要求也多得很。我这不是手站上了吗？和面准备这么旺吗？做个列巴吃。列巴也好吃呢，多放点干果。你想吃啥，你多放一点。你咋不弄啊？我不是和面了吗？和完面一块过去弄。那我到时候给你一块。走，做干果去。好。背包里边都放啥干果？随意，想吃啥就自己放啥。一样来一点。可以。这核桃是不是放时间长了？发霉了是吧？没有，里边有好多有虫子。哎，那就不吃了。我还说让你多吃点核桃呢，结果核桃还坏掉了。为啥？哎，把这核桃洗洗吧，里面有点虫子，有点虫虫。行了，就别吃了，赶紧洗吧。哦，回去是不错。核桃里面的吗？对。再来点蔓越莓干吧。那也不用洗吧？这是干净的。把垃圾收一下，回去刷烤盘去。好。别客气，吃个核桃补补脑子。不要吃火吧！你真把我当火头军了啊！你吃不吃？吃吃吃！快点！配一起，左右，来开饭。来，豪华大列巴。谁家列巴里面放这么多东西呢？自己家吃嘛，不多杂食一点。你还不如直接给我炒干果吃呢。炒干果是啥意思？里面放这么多。我还觉得核桃给你放少了。因为他今天老纠结核桃这个问题。多吃点核桃好。核桃有这么好吗？给，见面分一半。嗯，谢谢你啊。